口啊，自然就消毒吼。那那消毒了烦恼啦，就会当无底的结石啦，毕竟呢，应断吼，但不复常相。因为咱大家人拢是无底嘛，无底呢，才有烦恼来复心嘛，来甲咱复辟咱的心吼。所以希望咱人人啊，爱低低呢，就是低哦，专低为低，专低为肥啊。中国字啊，真水吼，很有道理啊。他干那一日低字低息，所以真侪人叫做低息分子。干那知，干那捌，哦，安尼一人。我定那甲大家讲，咱爱智慧分子，因为呢，智甲智绝对是无共。智敢那知影讲，哦，这个草的名叫做什么？那迄个花的名叫做什么？但是呢，伊真正内面的物件，咱无法度去了解。真正的道理是什么？去透彻，去了解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啊，智叫做分别智。所以啊，咱无知，咱嘛都爱甲无知呢去除啊，因为呢，咱已经熬煞自在啊，无有染着啊，都唔通搁再互烦恼来染着，咱自然都得法自在啊，所以方便嘛自在啊。难安尼呢？即个烦恼拢爱去除，不只是去除烦恼，爱搁再去除无底结石吼。那毕竟因断不复相续，真呢就是咱爱真努力。咱若得到真理了后，得了正法了后，绝对唔通搁被影响啊！所以啦。下面文再安尼讲，无了圣道啊，拢然如日，法愿以归命来诸佛。其实无了，无了呢，就是智慧。咱的智慧啊，无受着烦恼呢，甲咱惹界。所以既然烦恼无明啊。无来惹界难呐，咱呢所伫咧追求圣道呢，大家人咧学佛啦，学佛嘛，学佛呢，就是期待咱会当尽性尽道吼，咱行伫正道啊，会当接近到佛的境界，这叫做圣道。这种的圣道呢，是无量的。就是无烦恼的啦，无烦恼智慧的圣道，那向这个无烦恼智慧的圣道呢，安尼向前行，安尼呢，自然咱的境界啦，伊就会拢然如人啦，咱都唔是伫咧做梦咯，清清楚楚啊。烦的，咱爱行伫圣道，唔通互无明遮界。我看到一篇呐，一故事，就是讲伫大陆啊，某一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呢，唔知从倒一个所在走来伫迄个最贫穷的地方。啊，这个贫穷的地方，这个查某人出现呐。那是一个呢，意识无清楚的人，看到人就是敢那会晓笑，唔知伊来自何方啊？那么，好大家人看到呢，拢真正哩吐气。伫这个中间，有一位阿嬷呢，伊啊，一个囝，这个囝呢，年岁嘛真大，将近三四十。会啦，娶无某啊，后代要安怎呢？
所以呢，伊就甲这个查某人叫来引导恁，都互因囝做某啦。虽然囝呢有不愿意啊，不过为着下一代啦，果然呢，将近一年后啦，这查某人生啦。自这个囡仔生落来了后呢，这个阿嬷就甲这个囡仔呢随抱来，洗好身躯，包好了后啦，这是这个家庭传宗接代的宝贝啊，所以都顾条条，无要让这个查某人活来呀。这个风婆啊，都是精神无好，不过呢，伊知影伊生囝。一边呢，伸手想要抱囝，阿嬷呢，就是占掉咧。看到迄种呢，伫咧乞怜呐，安尼期待期待，伊的手中会当抱到这个囝。不过，这个阿嬷就是唔肯放。一直经过了几个月后啦，阿嬷有一天呢，就煮一碗饭。将来唔捌有一顿真好诶饭互伊食，迄一天呢，特别着煮着一碗饭，甲伊讲，这碗饭食好，你爱赶紧离开去哦。这个查某人啥物都唔捌，但是呢，听着伊爱甲赶离开因家，伊呢好亲像知影讲哦，安尼都袂当呢，看着囝，唔只是袂当抱囝，嘛袂当看着囝。伊安尼，迄碗饭本来白鬼嘴啦，听到这大家安尼甲讲呢，这碗饭全咧藏落啦。这大家开始呢，都甲骂滴滴骂啦。伊嘛唔知影到底呢，要用什么来回答，只是哭啊。就用这碗饭呢，过去摕一块碗来甲伊减一半。这个动作是啥物呢？应该就是讲。我会当伫遮食一半就好，我要大着，好像是安尼的表达吧。但是这个阿嬷虽然心完啊落软啦，不过呢，绝对是无要互伊阁加一个人口伫内底，所以用地头啊都甲伊拍，搁在呢，伫迄个所在真受气呢，叫伊都爱离开。甲伊讲，袂用阁入来这个门，爱离开这个范围。好、哦，这查某人从安尼失踪去了。其实呢，是毋是真正失踪呢？还是伫这个砖头伫咧洗啊？一直到甲这个囡仔呢，七八岁啦，开始爱去读书咯。去到学校，大家人呢都笑伊无老母啊。有人就甲讲，恁老母是疯婆啊！不管是疯婆还是啥物，就是呢，希望伊会当看到老母。有一天啦，一寡囡仔就伫咧话，恁的老母来了，来了，伫遐。一个看起呢，是一位规身躯做垃圾，但是呢，大家人都讲伊是伊的老母，伊都惊话起呢，这个。查某人都伸手，都亲像伫要抱囝共款，即种母性存在，一直到甲即个囡仔转去的时呢，等囡仔一直呢，甲伊讲恁老母是气笑，都是安尼安尼，我已经受气，伊呢回过头来看到这个老母呢，伊都甲伊扯走去啦，阿嬷看到啦。孙现在爱教，就讲你哪会当安尼？这都是你的老母啊，佫较安怎你嘛袂当安尼不好啊？但是呢，伊都无法度接受是安尼的老母。同款，逐天去伫咧读书，逐天去伫咧读书啦。几年后，阿嬷过身去啦。那隔壁的人呢，都会帮伊煮物件。这个老母逐天都甲送饭。迄、那个学校离因家呢？走路要两点外钟，大家。